现在第一场比赛开始，喝汤。嗯，就比这个啊？这未免也太简单了。应该不会这么简单吧？说一下要求啊，限时两分钟，在两分钟之内把你们面前的汤给我喝光，还有谁都别背过去，要当着面把它喝了。开始吧。邓老师，谁如果不想喝，我就算他自动淘汰。开始。别偷看了，进来吧。来，把这收了。行啊，你焦家人，全都喝完了。等一下，这么好汤别浪费啊，倒了多可惜啊。虽然你这次赢了我，但是我不会让你赢我第二次的。